卓玛以前不上学的时候，我没睡过一天好觉。三个孩子是一样的，如果他们其中一个不去的话，我心里会不安的。再不能耽搁上学了。家庭就是这个样子，总要你选择，总要一个付出一下。不后悔吗？不后悔。说做都做了，就不要后悔。等一下。色泽金黄。洋葱蛋。妈妈，思绵，我煮的哦。香得很。你要不要回煮哟？我回煮。挺会煮。我吃了一个，你吃不到。哇，吃不完。你鸡蛋吃没得？鸡蛋我不要鸡蛋。你把这个鸡蛋吃了吗？我。你煮的好好呀。快点，伢儿整打到了。我晓得，我有。妈妈又不跟到你叫你吃，快吃。嗯。你还会煮饭的嘛？我是一个人煮的。妈妈对不起你啊。嗯。都是妈妈不好。不是不是。妈妈，我去割草了。哦，注意到手啊。没得事。手感注意哈。啊。啦啦啦啦啦。累并快乐着，就是一个人照顾这个家，牛也是我喂，还要照顾自己，我就觉得好难了。肩上的担子瞬间就变大了，就有责任去照顾。这个家了。如果照顾妈妈是一个游戏的话，用我的那个游戏的级别来说，段位就是最强王者那种，最难的那种。妈，舒服点了吗？舒服点了。腿还痛不痛啊？有点点。还是把架子转起，你把妈妈推到外头去晒干太阳算了，好像越睡越不舒服。我来我来我来。哇，高科技。高科技当然是高科技了。我还是出去晒一下太阳。回头就是要晒好太阳，就是睡得一身就睡。